哇，你是演歌中的哦，头毛阁白一辈安尼。哎呀，我跳舞的。你跳舞的、哦？跳舞的。哇哦，是跳什么舞？跳嘿。欧北舞哈？嘿，欧北舞。一身欧北舞啊。这个，你跳什么舞？就是嘿，现代舞之类的。现代舞。街舞就对了。街舞哟。也一点点。一点点哟。我跟你讲，你来如工如行，我来叫你大家听表演。好了，今天你一定有什么样的故事？是。想要透过这个歌声。来得到一个平衡了呢。对，来有什么事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我其实我是那个原住民泰雅族的。哦，泰雅族唱歌最雅了，太雅了。对对。然后我其实都在远地，都在花莲念书这样子。哦。然后我今天知道说那个我们的秀南玛雅有来这样，也是我们原住民的同胞。嗨。所以我就很想听他，我小时候就一直有听过一首歌叫《黄昏的故乡》。哦，你小时候，不是你小时候，不是你小时候听他唱的。我们也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高中的时候。高中的时候哦，原来是记得怪坚固啊，记得怪坚固。对啊，然后其实我们在外地念书都很少回部落，这样。特别这首歌，他其实有感觉的，就是只要听到这首歌，会想到部落的一些情形。嗯，会想回去。哇，说着说着，眼眶就泛红了。是，异乡的游子流。你对我光没有盖跳舞嘛？哎，没吗？在旁边伴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把你的毕生所学，用出来，好不好？歌曲跟你的舞姿一起呢，蹦出黄昏故乡的那种思念。OK， 掌声给鼓励。来来，你给，吴京啊，哎，你先你有你有跳舞。哎，当然，可以。来，欢迎。哎，什么名字？报一下什么名字？啊，志文哈。对，哦，啊，你这个是这是什么？这是怎样？这是猎蝉哦。秀的玛雅，你是泰雅布农族。布农，你是泰雅。好，泰雅跟布农一起合作。哎呦，黄昏的故乡，唱舞蹈一起来。泡泡过了起来。
谢谢。